嗨，大家好，我是老板爸 Steven， 也是张老板、老板娘，这两位真的是很照顾我们。上一次我们来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小车祸，真的很感谢你们，不会啦，非常感谢。那跟我们一起出发，等一下我再告诉你们上一次的精彩的故事。好，好。都是客家文化园区，客家的贵好大。台湾去夜市一定要吃的东西，炸鸡排，我的是有辣的臭豆腐，是章鱼小丸子。Nice， 我们有一些特别的消息。现在有了曼森茶，你可以享受一个健康美味的宁静时刻，或是与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团圆的快乐时光。曼森茶叶现在就可以开始预购了。亲爱的老大，这个是我们第一次来这边骑脚踏车，请问上一次发生什么事？我出了一个小型的车祸。我在骑下坡的时候，因为我知道那个上坡会很斜，所以我就开始加速，然后好像动作太大，所以我就重心不稳，然后那时候我的脚是没有在踏板上面，因为我要平衡，所以我两个脚都伸在外面。然后突然我就感觉到我的脚碰到地板，我就吓到，可是刚好我的手也都是扶着刹车，所以就马上按刹车，然后就整个脚踏车就停了，然后就往旁边倒，所以我的这只手就打到地板，然后我整个身体的重量还有脚踏车的重量都在我这个手上面，到一个地步，后面的妹妹就尖叫。Adeline， 那时候很奇妙，我觉得神有保护我，因为我完全没有擦伤。Yes， 所以我那个之后就这边手肘就开始很痛，所以我们要去急诊看有没有骨折。嗯，也是感谢神没有骨折，没有骨折。所以这礼拜我们有去敲我的手，所以现在全部是骨头都恢复正常的位置，所以都好了。你很勇敢，神保保护，神保护我。我们再起第二次，好，我们继续往前走。Elizabeth、Joanna， 你们用你们的肌肉大肌肉骑，其他的人用电动。对。你们好厉害。谢谢。因为其他人都在载人，所以一定要电动。亲爱的，刚刚发生什么事？我们今天的行程很疯狂。刚刚我又忘记我的包包放在店里面，然后老板娘就骑着车子跑到那个后丰铁马道，没有找到我们，又骑到这个东丰铁马道来追，终于追上。哇，对啊，今天非常不顺，对不对？非常不顺。等一下换老外爸爸给你们讲早上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慢三个小时出发。对，所以没关系，没关系。Sophia 好像不知道今天所有发生的事。Sophia， 拍拍手 ，say hi， 拍拍手。好，我们继续往前走。Going fast today? Is it too fast and scary? No. Good job, Elizabeth. Yeah. 还在上坡，很辛苦。你骑脚踏车有没有很累？没有。坐脚踏车。你坐脚踏车 ，Bethany 载你对不对？对。他载得很好 ，Bethany。
你今天用电动的，而不是用自己的脚。对。还好吗？很好，比较简单，因为它还蛮重的。是吗？你说 Sarah 很重吗？东势客家文化园区 Helen， 你两个妹妹，你觉得怎么样？非常 comical。豆豆，豆豆，哈哈哈哈哈 ，Sophia， Sophia， yeah。Good job, Bethany. So nice. 我们喜欢看各种不同文化的餐桌，所以这个是客家人的，这个水晶饺是三角形的，然后这个干面里面一定就是像我们吃的有很多油葱酥，然后那里还有客家咸汤圆，这个是做客家的粿，好大。铜锣的菜市场也有卖很多这种粿，那个粿会这么大吗？应该不会，这是放大版的。OK， 超阿粿、安菇粿，还有什么粿？ Yeah. 对。Hi Adeline。Hi。Sophia 累了吗？对，我也累了。是啊。现在超重了，肩膀酸痛。上次好像八九公斤。对。这是一个花轿，新娘子要坐在里面。新娘子要。Oh, girls, maybe when you guys get married, we can let you sit on something like this in America, huh? 这个是以前人的床，现在很有钱的人可能也有，因为它是古董。这里上面有榻榻米，你看它这个原木雕刻很漂亮。以前我妈妈家好像有这种床。这是硬的，然后它的开口好像在这里。对。Very cool. It's pretty cool, huh? 妈妈跟小孩去上厕所，我先跟你们讲一下早上精彩的故事。我们大概八点半要出发，大家都上好车了，打电话订早餐，然后离开我们家大概4公里的距离的时候，突然我们的车子抛锚了。然后我就跑回家，十几分钟去拿一个油桶，邻居看到我在船，他就说：“哎，我载你回去。”李先生载我回去，我们的车子那边我有装油，还是发不动，所以又再打电话给李先生，叫他再过来载我，所以从家里过来接我，载我回家。我先把小车子开过来，跟妈妈跟孩子集合，然后他开去铜锣，抓了一个大桶的油，然后还是发不动，所以。多了大概2个多小时，然后很奇妙，有一位叫做邱先生看到我们的车子跑锚在马路旁边，他就把他的急救车子那个电瓶的东西过来插在我们的电瓶，后来我们就发动，就哎，引擎扭转，真的是很感谢邱先生还有李先生，所以早上非常不顺，不过我们想说顺其自然，如果。还是有办法，我们尽量过来骑脚踏车，对不对？对不对？所以都是恩典，这个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状况。虽然不顺，不过我们有很多感恩的事情。When you see Sarah, I see Kendo. Kendo. Lisa, 你抓到什么了？ Kendo. Is it still alive? Yeah. Oh wow, so cute.Lisa， 你今天骑很多，会不会很累？有一点。有一点，加油。因为上坡下坡很难，可是上坡最难。上坡最难，加油加油。Lisa， 我们快到家了，继续加油。OK， 今天我们骑脚踏车玩得很开心，现在5点了，我们大概7点才要吃晚餐，所以我们先去台中市。找一些好吃的，跟我们走。
今天是特别的日子，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教会的弟兄蒋大雄总经理，然后旁边这里是 Candy， 这个是我们全家第一次在饭店过夜，这个是 The Place 饭店在台中，跟我们去看 The Place， 他很开心，第一次在柜台后面工作打工，一岁开始。我们每个楼层都有很特别的艺术家作品，都可以自由的到各个楼层里面去观赏这些展览的部分。谢谢。I remember when we used to walk hand in hand。哇，好干净啊！哇，美术馆在那边。他们这里的设计很聪明，这边。的是马桶，然后马桶跟浴室是分开来，里面就可以看到风景，很美丽。我们没有住过这样漂亮的地方。这里有茶、咖啡可以泡。Great。哇，这是我们今天的家，比我们真的家还干净很多，非常好。亲爱的，有两间，可以等一下要选。对，好期待躺在床上，这床很舒服。Okay, good morning, everyone. 谁有睡饱？谁饿了？好，那我们就下去吃早餐。这边的比较西式，面包还有 granola 类的东西。那边还有中式的东西可以点，有稀饭，还有炒面、蒸的东西。然后这个是清蒸食蔬，是肉燥饭。叮，早上也要喝咖啡。现在天不许信，让我们可以在台中住在饭店里面，可以吃很好吃的早餐。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Amen。What are you getting, Bethany? I'm getting cornflakes with dried fruit. Cornflakes with dried fruit, very nice. What a special treat, right? 我们家里很少有 cereal。大部分就在那种大。房子才能找到。那 Olivia 呢？你也在吃 cereal 吗？饭，我喜欢肉餐。Great. Perfect bite. Wow, that's a perfect bite. Sophia, what are you eating? Banana. Banana. 这是 zucchini， 很久没有吃到。所以其实真的中式跟西式很不一样，对不对？对啊，那你的早餐很丰富。让爸爸吃点 granola， 这边有综合多果干脆片，我好喜欢它里面的干的草莓，蔓越莓干，最后加牛奶。All right, Sarah， 我跟你分享我的美味 granola， OK？ OK， 好吃。Cheers。太累了。All right， 现在看我在吃一点德式香肠。Sehr gut， wunderbar。发生什么事？我把它清一下，因为有点乱。哇，你好会整理 ，Good job。Professional Bethany。所以现在换我们的孩子们要来学 Daniel 叔叔刚刚做的步骤。不过实习全部做完之后，他们还会再重新再做一次。爸爸先不参与折棉被的部分，他们折的比较好。Memories are
房了。好了，我们离开饭店了。现在我们台中的旅程快要结束了。不过我们有点饿，现在2:30，我们去一中街找一些好吃的，走吧。亲爱的，有来过吗？有，比较年轻的时候，所以现在有点不太一样。你还是很年轻啊。好，谢谢。我现在就带着7个女儿，对，20个的，80个，对。你们有吃过吗，小孩？没有。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福州包，他们开30几年了，我就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有买过。是啊，在这个位置嘛，对不对？对。我要吃甜辣这样的口味。How's it, girls? 好吃。很烫吧？嗯哼。芥末彩鱼片和原味海苔。What do you see, Elizabeth? 看它怎么煮，那个酱汁很酷，因为它用于机器加馅。你有没有吃过？有吃过呀。我要买臭豆腐，啊，我要3份。拜拜。我的是有辣的臭豆腐。这是章鱼小丸子。Nice。嗯，蛮烫的，可是烫的很有味道，看起来很脆。亲爱的，你喜欢吃臭豆腐吗？喜欢呢，炸的、蒸的，什么都好。干杯。不太烫，不会很烫。嗯，外面脆脆的，里面 creamy creamy 的。嗯哼，那个上菜我喜欢，然后超臭的。刚刚好。第一次吃的时候，刚来台湾的时候，觉得为什么要吃这种东西？越吃越喜欢，像苦瓜一样。花店饮料，3杯木瓜牛奶。3杯木瓜牛奶。为什么卤味？因为卤味很好吃。吃了会有变年轻的感觉。哦，水晶饺 QQ 的。那是什么？大肠。Yeah. 猪皮。这个是肉。猪耳朵。这个。然后金针菇一份。Yeah. 谢谢。柠檬爱玉的看起来比较好，因为它会酸。我们很喜欢酸。那可不可以1/3糖？可以可以。是2杯。1、2、3。干杯。香。Okay. Mm-hmm. It's good. 很甜。Very powerful, right? 我们点的是1/3糖，可能台湾的饮料。厚点。看起来。谢谢 Bethany， 你点什么？爱玉柠檬冰沙。爱玉柠檬冰沙。对，柳丁绿。这么多，这么多。对。Joanna， 你的柠檬爱玉如何？快喝完了，对不对？拜拜。谢谢。这辣椒很辣吗？蛮辣的。好好，谢谢。我们去买一个鸡排就回家。好。
点了三个炸鸡排，然后两个烤鸡排。好了。他以后要搓动，不然不会熟。装很方便，就可以边插着边逛街吃，用杯子方便，这样，哦，看起来四岁，对，台湾的夜市、一中街、年货大街等等都是很热闹，很多很好吃的东西、饮料，然后人很亲切，不过一个缺点就是会很累，然后带着七个小孩，我们大概走了50公尺进去，差不多了，我们就逛完了。好，我们在台中的旅程到此为止结束了，我们要回家，所以我们要现在一边吃一边走回去车上。Joanna and Adeline， 你们在吃什么？炸鸡排。台湾去夜市一定要吃的东西。你有看到那个火吗？有。海上那个酱，超精彩。里面有放黑白胡椒呢，白胡椒酱。哦，这个皮有点不一样哦。外面的皮很酥脆，然后里面很嫩又很入味。炸完以后，淋那个酱，然后再用火烧。很好吃，那个酱的味道很好。我是老老爸爸 Steven， 谢谢你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Never so scared, never so sad.